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好，很好，非常好。OK， 根据新冠领域学说，有不能说是这么说。当有人跟你问好的时候，你一定要说好，很好，非常好，还会更好。你看，肯定是你还会更好。来，我们再来一次。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好，很好。说啊，因为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啊，是让我们在大脑还有一个空间要求自己做得更好。对啊，就好像这位同学，你有到过美国吗？苏联没有，你说还没有。对啊，你要说还没有，对不对？你有到过北极吗？啊，有去过的啊。非洲啊，还没有，你要说还没有啊，还没有啊。你有艾滋病吗？我说你有艾滋病吗？你说肯定没有，你说绝对没有，你不要说还没有，说还没有的话就糟糕了，对不对？那么今天早上，为了让大家能够在情绪刚好的那个气氛下来学习，对啊，所以我们让我们本身要改变一些我们自己学习的那种情绪了。因为我们人情绪刚好的时候，印象是不是比较深刻？啊，在80年代，当时来讲最红的歌星是谁？邓丽君。美国在美国，当时谁？Michael Jackson 已经不在了。说 Michael Jackson， 说当时对不对 ？Mexico 呢，曾经那花了好几百万，那动用来讲，这个 Michael Jackson， 他要求 Michael Jackson 做什么东西？要求 Michael Jackson 当他本身在演唱会的时候，那允许他本身放一些幻灯片，对啊，所以这幻灯片就是放 Mexico 的幻灯片。那你知道这个 Michael Jackson 当他本身在唱歌的时候，总是能够激起年轻人的高昂的情绪吗？所以在高昂的情绪下，他们看到什么东西，3-5分钟就有 Mexico 的幻灯片啊放出来，所以整个会场。那么在这个高昂的情绪下，他们看到什么东西 ？Mexico 啦。那么，当这些年轻人以后去到pub 那样情绪高昂的时候，他总是说来 Pepsi 嘛。所以那一年，对不对？他的业绩远超过那样这个 Coca-Cola， 还有这个打高尔夫球的那样。当现在是最红的是谁？戴哥。所以戴哥每当一刚进洞的时候，他做什么动作？那也是，两 ，Oh yes， 对不对？啊，当然，刚才你们的 Oh yes 两种，我的 Oh yes 呢就比较与众不同，两，因为我要提升你们的情绪，两，所以情绪上要改变一下。当我手要拿起来的时候，对不对？你们每个人右手都拿起来，啊 ，OK， 来我们 ，Oh yes， 好，别再来一次 ，Oh。改变情绪，自然而然能够提升我们的情绪，这是 Anthony Robbins 所讲的。你看，所以情绪改变一下，当我 Oh yes 的时候，你看，一定有一些震撼性的词句要跟大家分享。那么你们在情绪高昂的时候，对不对？这一句来讲呢，好话你就要写起来，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人一句话，某个事、某个打击，可能某个因缘，可能会改变我们的一生，也不一定嘛，对不对？那么今天的主题我要讲的就是突破习惯领域，提升行为决策。你看，在还没有讲之前，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你们已经做了第一个成功的方法，就是学以致用。姚爱丽，对不对？昨天跟你们讲大家好，你们说好，很好，那还会更好啊，这就是我们成人学习那第一个优点，能够先学先用。那么成人学习另外一个优点是什么？能够举一反三。如果给我一个例子，对不对？我会马上创意的有3个样本出来。
对，所以成人学习有两大优点。那么同时成人学习有两大缺点，哪两大缺点呢？现学现忘，我现在学走出去大门忘得一干二净，对不对？还有呢，成人学习固步自封，你看，哎，我已经很不错了，你看不要再学习，你看。那另外一个呢？啊，现学现忘，固步自封，对不对？那么还有成人学习五种最有效的心态，哪五种心态？哪五种心态？第一种心态，如果我们进来以空杯的心态进来，那杯子空才有很多的那信息才能够本身放下去，对不对？否则的话，杯子满，再倒更多的水只有溢出去。那么第二种心态，成人学习有如抽水机，那抽水机哪一些人有料的，我们本身跟他学习，那向他讨教。那么成人学习第三种有效的心态，有如干海绵。看海绵，从书本都明白，从这些研讨会那边学习。那第四个成人学习，你看要放下身段，身份要放下来，所以身段放下来，对不对啊？你才能够学。所以最后一个心态，成人学习，你看就是归零心态，go back to the basic。所以了解了你看这个心态以后，那么让我来谈谈器官领域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根据刘伯温博士讲，我们人的思想、行为、判断、信息，它经过一段时间就巩固在一个圈子。所以一旦它巩固在那一个圈子的时候，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习惯领域。所以有了这习惯领域，它就归客随归。这句成语有没有？归客随归来讲这句成语没有。我们知道是如影随形。如影随形就是说，我们关掉这个电头，影子就不见了嘛，对不对？所以还不能够真正的那样很透彻的来解释到那样这个习惯领域是什么东西。归客随归，就是说这个习惯它跟着你，直到你死，这样子的情形。所以这个习惯，如果你会用的，那它是你最好的用人；如果你不会用的，它就是你最坏的主人。我们哦。我们要牢牢记住它这样子情形，对不对？所以你要懂得本身去控制你的习惯。那么谈到这里，对不对？为了能够让我们突破习惯领域，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人能够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没学好。所谓鸟翼高飞，先展翅；人翼上进，要早读书。还有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书而贵，这是王安石宋朝宰相讲过这句话。更重要的，对不对？我们要了解读书，孔夫子说一日不读书面目可憎，三日不读书小心变成猪。所以我因为怕变成猪了，对，所以我跟自己承诺最少每两个星期就要看完一本书，对呀。所以我们有一种心态，那我们要能够活到老学到老，所以有这一首这一首晚春风，晚春风他是这样讲：人生七十才开始，八十不稀奇，九十街上满满是，一百笑眯眯，六十还是小老弟，五十是红衣，四十岁在摇篮里，三十才出师。来，我们哦，所以这首歌《晚春风》呢，它是要用复健歌来唱这样情形。来，我们来学习唱一下，放下身段真正学习最有效的心态就是一样，放下身段。来，我们一起站起来。父亲可会不会？来，我们一起念啊！来，我们一起念先。人生七十才开始，八十不稀奇，九十街上满满是，一百笑眯眯，六十才是小老弟，五十是红衣，四十困在摇篮里，三十才出师。来，郎三七脚架台戏，为着不一定到家飞上来。
所以这位同修啊，麦哥，你今年多少岁了？真的啦，真的，52，是吧？50岁来讲还是红衣的，对啊。那第二呢？35啊，35啊，才出世啊，满月刚满月不久就出生，对啊。所以我们如果人生抱着这种心态，对不对？啊，活到老学到老，还有3分没学好，对啊。那么这个是有机会。让我们本身呢突破自己的心外领域，所谓你看，每天要求自己一小步的进步，然后告诉自己一年后我要破开换步，你看，一次修行，一次功，一次不修，一次空，你看，修行不是叫你去出家，放心，你看，修行是叫你修正你的思想，要改正你的行为，你看，我们从事保险这行业，对不对？思想要正确，思想要积极。所以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事先心想事成，我们要有这种心态。那么我自己个人宣言跟自己来讲承诺，在我的家里，如果你们有到过我的家，对不对？我家里有放着一个壁，我告诉自己勤学养志，持之以恒，若是鸿雁有邦精神，也就是说我在这个保险行业，我要全力啊，不只要勤力，我要好学，啊，要好学，养志，培养斗志，啊，志气高昂。这个志，我们华人是很奥妙的，它是什么？有心的人士，比如说你从事这个保险行业，你有心吗？对不对？所以人要有志，相术有根，立定志向，念念不忘。所以这一句非常好，我们来哦。所以持之以恒啊，要能持久。那么持之以恒要持久的话，你一定要有目标，对不对？你才能够持之以恒嘛。如果你没有目标，对不对？哪里能够持之以恒？若是鸿雁讲到做到，鸿雁啊，就是告诉我们的理念啊，友邦精神，我要在保险这个行业成功。那么从事这个保险行业辛苦吗？啊，当然不是这样简单。但是我们知道一句话，知苦必有乐，所以故不求乐，知乐生于苦，故不为苦。我们知道来讲苦我们能够克服以后，对不对啊，就有快乐吗？一定有快乐。知乐生于苦，知道这个 happiness 它其实来讲是从苦那边，对不对，提炼出来的，所以故不为苦，所以就不要担心苦。所以遇到困难，对不对，我们要面对它，去面对这些苦，去仔细这个苦，停止这个苦，那么你就能够把烦恼转化为菩提，把烦恼转化为菩提。那么从这个过程中，对不对？我们了解，让我们来了解更深一层的所谓这个人类行为的基本流程图。所以人类行为的基本流程图是什么呢？让我以这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说很久很久以前，如果讲故事一定说很久很久以前，对不对？有这么一个国王，这个国王来讲，对不对？因为年纪很老，但是他有一个小女儿，所以他很担心万一他不在的时候，你看这个女儿，你看到底要怎样怎么办。所以于是呢召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那一个来讲选女婿，你看选女婿的那个大聚会。所以那一天傍晚，那些全部赫赫的年轻人呢，结了婚的当然没有机会，你看被邀请进来他的王宫。那么这个国王就把他们这些赫赫的年轻人带到一个大操场，对不对？那旁边有一个大很大很大的游泳池。当这些年轻人走进来讲这个花园，看到这么大的游泳池，然后发现这个游泳池里面有很多的渡蛇跟鳄鱼，所以这些年轻人就觉得很奇怪，到底这个国王要做什么东西。然后酒后三巡，吃完这个晚宴后，所以这个国王就宣布了，他说他要选这个女婿，要正式开始。所以就告诉这个年轻人，对不对，在对面，他说我现在要挑选一个年轻人，勇敢的，对不对有勇气的，有智慧的，能够从对面那边的游泳池排除万难游过来，我一定会答应他3个条件里面这样的其中一个条件。
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他可以马上拥有那一千万亩的油田。如果这个第一个条件不要，那样他可以选择来讲啊拿黄金，所以一千万的黄金啊第二个条件。那第二个条件不要，最后一个条件他可以娶我的女儿，那样。所以当我退休的时候啊，这个王位就有机会让他本身来当啊国王。所以这句话一讲完不久，砰！突然间有一个年轻人从对面那样掉下来，所以这个年轻人就拼了，对不对？掉下来讲哇，就拼了游。所以游来讲啊，听说当时他的游泳速度比 max speed 还更快，你看轻了多，就很快游上来。所以游上来的时候很喘，所以国王很兴奋的就跟这个年轻人啊握手，哎棒，你看啊跟他握手，那恭喜你，你排除万难，你看。所以告诉我来讲，你是不是来讲要这一千万啊万亩的油田，我马上给送给你。但是年轻人还是很喘，你看他说不是，你看我不要。那么他说我叫你是要拿着现金一千万的黄金，是不是？你看，那你也说不是，不是，还是很喘。然后第三个条件多，他说他就想哦，这个年轻人很聪明，那样要来讲财色双收嘛，那样，所以哎，钱也要，对不对？连他的女儿也要，是不是你要选择第三个条件？那你知道这个年轻人还拼命的，他不是，那样，他说我只是要知道刚才哪个王八，那样在后面把我推下去的，那样把我推下去的，啊。所以这个故事那让我们来看看一下我们人类基本行为的流程图到底是怎样的。 OK， 我们的大脑是内在信息处理中心，对不对啊？内在的信息处理中心。所以这年轻人被邀请那进来皇宫的时候，走进这个花园，所以走进这个花园看到一个很大的游泳池。那他们看到什么东西？游泳池里面有鳄鱼啊，有毒蛇啊，他知道要是不小心掉下这个游泳池还有命吗？所以他们对不对没有命，任何人对不对都没有这个勇气，对不对？所以这个已经信息已经进入他的大脑。那么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被推下去的啊？不知情的情况来推下去，把他知道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对不对要游过来，那否则的话他一定会给鳄鱼或者毒蛇咬到嘛，对不对啊？在还没有开始进去之前，当然他有情况评估，哎呀这个不是我的目标，我不要。但是他是在不知道之下被推下去嘛，对不对？所以掉下来讲这个游泳池有没有压力？哦，压力就非常大了，对不对？所以压力非常大的时候，他注意力调度嘛，啊，看四周围有没有鳄鱼嘛，他能够说我慢慢游可不可以啊，慢慢的游这样停止，可不可以？他不可以了，对不对？所以他肯定不可以，所以有他就会注意力调度，心力集中啊，整个心力就集中。那么自求的心思跟非自求的心思，周围的那些年轻人，对不对？是在看戏吗？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在给鼓励了，你看，有的人来讲啊，希望啊这个年轻人给鳄鱼咬死，少一个对手这样情形嘛，对不对？所以他自己的自求心是要强，要的是什么东西？哪一边有鳄鱼的，你看他尽量踢走，这样情形，对不对？所以最终他游上来，你看，啊游上来，啊所以解除压力，你看很轻松。那么他再来讲呢，掉下去的时候他有没有自我提示？他一定要自我提示，哎，你看要排除万难，他一定要对不对？拼命的游过去嘛，所以他要提示自己，要生理正常。如果当时掉下来，啊。这个来讲呢，是一个老人，老年人又不会游泳的，身体上有 problem， 能不能游过去？也不能，对不对？你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类行为的基本流程图。你看，那么我们看看我们做保险也是一样的情形，对不对？内在信息处理中心，我们在这个保险行业，如果我们不了解，你看对保险的印象不说那么深刻的话，那么基本上你看就很难。所以我们一定时常要去来学习来重视自己。那么我们从事这个保险，我们有一个目标，那建立目标情况评估，那样。所以你想想当时你一进来做保险的时候，那样自己有一个理念啊，有一个目标。所以大家一进来做保险，你就注意力调度，心力集中，
你自求信息，你去找更多的信息，要求自己，要在这个保险行业做得很好，所以自求的信息。那么非自求的信息呢，你一定会遇到一些周围圈子的朋友，有些是鼓励你，有些是他在泼冷水你，对不对啊？但是你自己自我提示，你提示你自己，你一定要在这个行业成功，你告诉你自己你真的很不错，这样情绪，对不对？因为你如果不提示自己，通常这个社会定性70%你所接触的是消极，30%呢是积极的，这样情绪，所以你可能会受到周围的圈子本身的影响，对不对？所以不相信，我们来玩一个游戏，你们跟着我念老鼠，你知道吗？ OK， 我们念回鼠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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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猫怕老鼠，天下奇闻啊！猫怕老鼠，猫怎么会怕老鼠啊？猫怕狗，猫怕狗。所以你看，对不对？我们的脑如果是不接触这些消极，人家讲消极、消极、消极、消极，后来讲啊，人家一讲啊，你跟着去做，这样行不行？我们再来一个游戏，你们有去过 Disneyland 吗？还没有，还没有，错没？Disneyland 对不对？你有看过那些卡通片吗？对不对？所以我问你，什么样的老鼠是用两只脚走路的？哦，你一毛聪明。什么样的鸭子是用两只脚走路的？知道吗？所有的鸭子是用两只脚走路的。所有的鸭子是用两只脚，有哪一只鸭子是用四只脚的？所以你看。你如果不本身呢，对积极思想上要积极，再提示自己的话，可能当本身呢消极思想来临的时候，你很快给它影响，对不对？那么生理正常，就说我们年轻人不要坐而忘三，坐三又忘四，所谓人生两忘，五十将至，30不好，40不富，50将到，找死路。这不是我讲的通书啊，通胜这本书你要怪就怪就通胜。那我们对不对？社会学说30岁他是累了，40岁他懒了，50岁他烂了，60岁他完了，对不对？那么就惨了，对呀。所以我们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些名言，叫前行，要告诉自己，人生70才开始，80不稀奇，90街上满满是，100笑眯眯，60还是小老弟，50是红衣，40岁在摇篮里，30才出世，你来提示自己，让自己的感觉得非常年轻。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对不对？内在信息处理中心，如果要更深一层的去明白，我们从 OK 这个六根对于六境，眼睛看什么？眼睛看色，不是女色的色，色是代表有形体的东西，对不对？那么耳朵听什么？声音。鼻子呢？嗅香，对不对？舌头味觉，甜酸苦辣。身体触觉，冷热粗化。意对法，法就是有形或者无形事情的发生，这个过程中你明白它的道理，那小的时候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学，父母跟父母学，跟周围圈子朋友学，跟老师学。所以眼睛看的东西，父母亲说，这个来讲是车啊，这个来讲是花啊，这个叫做草啊。那么成长的过程中，你说花，他说没有了 ，OK 了，对不对？他成长，他能够分辨这样情形，就有所谓的眼视，对不对？耳朵听这个电话响的声音。汽车刚跑，飞机刚飞，鸟在叫，就有耳饰，对不对？那么鼻子嗅你就能够这个是很清香，对不对的味道，所以有鼻饰，舌头一吃很辣、很甜、很酸，就有所谓的色饰。那么身体触觉很冷，对不对？有声饰。那么意对法，我们的脑对法，就有所谓的意识，这样情形。所以各位同修，所以一样的。我们睁眼一个代理进来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懂，
所以我们的眼是，你问他，你进来这保险行业，你有看过真正的有看过保险的书吗？他还没有，不要紧，因为眼视还没有嘛，对不对？还不清楚，但是不说你不可以学，你可以学，要去多看两，多听两，对保险法多了解两情形。就好像同学们，你如果有机会跟一个猎人，做一个普通人跟一个猎人，去森林打猎，那么在森林里面发现一只老虎，所以我们怕普通人看到老虎会怎样？怕战战兢兢嘛。猎人看到老虎，哇，兴奋的半死，对不对？是因为猎人的能力境他已经被提升了，他的能力境已经被提升，是吧？所以这些东西是刷刷水。所以一样的原理，我们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的能力境有没有提升？所以我们所谓的六根，对这个六境，六境就转你的六识，就转你的六识这样情形。那么更深一层的，就是你的地气识，你的潜意识。你的潜意识里面，因为经历了成长，有了经验的成长后，我想问在座同学们，有经验好或者不好？看你怎样应用，如果不懂得应用，经验越多的时候累积，你就越主观性，不止主观性，而且分辨性非常快，而且果汁，因为眼睛要看，你要看东西，耳朵要听，你要听的东西，鼻子要嗅，你要嗅的味道，因为事情发生，对不对？要跟你的头脑要一致性的，如果来讲是矛盾性的，你就排斥它，所以我们的分辨性就很重。事情对自己好的，哇，你就马上情绪高昂，精神抖擞；但是对自己不好的，你就pretend not to know，假装不知道这些事情这样情形。所以你看这种分辨性是那么强这样情形。所以唯有对不对？你能够遇到事情的时候，把这个事情以另一个心态来看，用了别心。那么为了分，让你们分辨什么叫做分别心，什么叫了别心。比如说现在光辉，你买了一间房子，刚搬进这个花园，很兴奋很高兴，对不对？但是很压抑的，你的对面你不清楚有一间回教堂，所以这个回教堂每天他给你祈祷几次？5次哦，对不对？所以每天给你祈祷5次哦，阿拉哇，你爸一直在祈祷的时候，你当时听到那种感觉，是不是来讲很烦要清醒？花了这么多钱买了这个帮助要清净的，但是每天早上就给他，对不对？这个回教他们服的祈祷来干扰自己的分别心，很强。因为我是佛教徒，我念经我没念得这样大声，对不对？你回教徒祈祷为什么祈祷这样大声但是你住在那边半年一年后来讲，他们念经你听得到，他们在念经你听得到吗？你听不到了，因为你已经是用了别心，你已经容纳接受了。所以当你容纳接受，对不对？你当作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你一定要经历过，你经历过你能够包容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事情。所以这叫做了别心，了别心那么再来讲一个传奇人物李铁拐，你有听过吗？李铁拐，香港人叫他铁拐李啊，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铁拐李是毕业在英国Mr. 铁拐李，他念回去这样行声所以这个传说是这样子，有一年有一天他游游四海，所以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那刚好走过一个用双木绑起来的的那个双木桥这样行声。那这个双木桥里面一个比较大一个比较小这个木桥，那铁拐李他脚长短嘛，那长短的，所以短的脚刚好对不对走向那个比较粗的木长的脚刚好本身走在比较细的木，所以走上去的时候很平稳，很平稳来讲，他说哇，这马来西亚的人对不对，他本身造桥很一流，这道桥这么走的这么平稳这样情形，所以他很兴奋地走过这个桥。后来讲10年后他云游四海，又从那另一关走回来，
所以那一段走回来的时候糟糕了。你看这一次来讲，他短的脚走看在哪里，细的木，你看长的脚放在粗大的木，你看差不多掉下来。那哪一个人，那哪一个家伙，你看照着这个桥来讲，这么差，差点让我本身掉下来。你看，所以各位同学，这道桥有没有分别？没有分别。那么如果有分别的话，是分别在哪里？啊，我们思想，我们心，我们观念要清晰。所以知道了，对不对？静在外，根在中，智在内，根对静，静转智。如果你让静转你的智，啊，静转智来讲呢，就转得缓缓转。我们智转静，心平气和也。就是说你的心态如果你能够做调整的话，对不对？就没有问题。就有一些外在的环境，有时候我们不能改变的话，比如说这个 grievance issue， 那已经是世纪了，你不能改变，是整个 industry 的问题。比如说一些 banking 高的的一些来讲 rule， 外在的环境它是一定的，那么怎么办？我们的心境就要做调整。如果你心境不做调整的话，你时常给外在的环境来影响自己，所以使到自己来讲很多的烦恼，使到自己来讲，对不对？有那么多的怨恨心这样情形。有所谓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心一转，境全转。我们对不对？所以换一个来讲呢，境转心，或者是心转境，今天是魔还是佛？那样，所以心外无境，境全是心。若有的话，全部是你的思想、你的观念。那样，你用什么来讲心智来看这件事情？所以所谓的换一个来讲，心的境况，心境况不会改变外在环境，那样，然而却能改变内在的心境。所以改变心境者，必能改变命运。改变心境者，必能改变命运。所以要改变命运，务必去找顾中明，那他也不在了，那你再找他，对不对？他也不在了，那行不行？所以改变一下自己的心境。所谓你如果有心，有心无相，你看相由心，相由心灭，种种法门灭。比如说你从事这个保险行业，你很有心，看不到，对不对？保险相不要紧，自然而然，对不对？因为你有心嘛，没有相，这个相慢慢会呈现出来。是怕空有相，大学生那样英俊又潇洒，对不对？美丽又大方，但是没有心要来从事这个保险行业，你不可能会在保险行业成功。心生你心啊，对这个行业产生兴趣，它种种方法、种种理由，让你产生思路，往着这条成功的道路走。你心灭心死，你种种理由、种种借口，你非借口而发。退回原则习惯领域，放回过去的圈子，对不对？所以你种种的借口，所以心灭种种法门灭，所以这几句话很好。我们那么在这个来讲呢，心内在心系处理中心，所以让我们更深一层的了解，你看所谓大脑沟通的模式来讲是怎样。所以我们说心系从这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进来的，那么在心系进来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的意识、潜意识，它就会它有潜在的过滤器了。你看，过去有什么经验，系存memory 在我们的大脑或者我们个人对这心系进来的时候，我们个人的 self value 价值观怎样？你看，个人的信念怎样？决定你自己本身做了什么决定，在你的思想。或者来讲，这个信息进来的时候，你听得懂吗？你看，就好像今天如果我们讲，你听不懂，对不对？那么你内心表现，内心就不会有什么反应这样情形，那有些信息进来的时候，我们歪曲，你看，尽量你要吸收你要拿你自己的信息，或者有些信息进来的时候，我们 reject 排除它，对不对？或者一般化的信息我们能够接受，所以信息进来。内心表现、态度、生理就会产生人类的八种行为。人类哪八种行为？第一种行为，我们人喜欢同类复比，
我们做保险的就跟保险行业人比，对不对？啊，比人强怎样？比人弱又怎样？啊，这是第一种行为。第二种行为，对不对？我们投射效应，用自己的感觉、嗜好来本身衡量。我如果喜欢，对不对？喝酒的，我总是找一些喝酒圈子的朋友在一起，话非常投机，投射效应，对不对？第三种人类的行为，相互回报，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如果做我厨艺，我就做给你食物，这样精神，对不对？投射效应。那第四种行为是印象代推，以貌取向，哦，穿得整齐，穿得漂亮的，对不对？美丽大方的，是好人，这样精神。你看，脸粗糙的有疤痕的，是大坏人，这样精神。所以这个是印象代推。第五种行为，相似相亲，你看，猴子找猴子，毛虫找毛虫。我们说是马来西亚人，但是如果有什么变动的时候，马来人就跟马来人的圈子，华人就华人的圈子。我们说华人同是一家，他当时有事情发生，福建人就是福建人，海南人就是海南人，潮州人就是潮州人，对不对？他是相似相亲。然后第六种行为就是近而亲，左右邻居兄弟姐妹就表亲。第七种行为就是替罪羊，行为上做错找一个代罪羔羊，压力大了就不敢骂下属，这样行事。你看这个是替罪羊。第八种行为，人群正扩散，自己一个人不敢，但是群众来，哇，不要紧，来，我们来示威一下，对不对？就有信心。所以这种八种行为就是有关系到，对不对？你什么信息进来，你的大脑到底收藏了什么资料的情形所以我们再来一个一些试题，看看我们的大脑到底储藏了什么东西。OK， 所以我问一些东西，你们听到脑里面想到什么东西，写起来好不好？第一个Rockman， 我说 Rockman， 你们想到什么？不要讲，写起来，写起来。第二，根大基。第三 ，shell。第三种 shell OK。OK， 第二个问题我问你们，你们听好先，对不对？我只能够讲一次，不会重复。你晚上睡觉时，一只眼关，一只眼闭，有没有可能？所以有可能，为什么？没有可能，为什么？知道了就不要讲 ，OK？ 你晚上睡觉时，一只眼关，一只眼闭，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为什么？没有可能，为什么？OK， 第三个问题 ，Romeo and Juliet， 这个故事你们听过？罗密欧跟朱丽叶，被发现，死在床脚下，所以旁边有很多水迹跟破碎的玻璃。当这一迹来临之际，你一看到的时候，在你的大脑，你想到什么东西 ？Romeo and Juliet was found on the floor and scattered， 周围。Water with a broken glass， 所以你看到这个词句的时候，你的大脑信息告诉你些什么东西，写起来。OK， 所以第一个 Rockman 香烟嘛，对不对？肯大基，肯大基，快餐店，香。像油站OK， 所以你看，对不对？广告商为什么花这么多的钱来拼命打广告？他最重要是要给你的，在你的 memory 记忆里面，对不对？把他要的信息传达给你。Rockman 其实是人的名字，对不对？因为广告拼命打 Rockman， 你就想到香烟。我说黑狗，那是黑色的动物，一只狗，马上就想到 Unionista， 对你有益嘛，对不对？这个黑狗的印象就进来。我说肯大基，
你说炸鸡，它是其实美国一个州啊，一个地方的名字。你看，香是一个贝壳，它是变成汽油。OK， 你看，所以你看这些信息它传达，不是非自求的，不是你要找的。因为你自求的信息，你要找的是正确的嘛。但是非自信息，你是在不知不觉中，你看已经把这个印象储藏在你的大脑。OK。第二个，你晚上睡觉时一只眼关一只眼闭，可能吗？啊，没不可能了，之前睡觉了，那你示范给我们看一下，啊，可能吗？你晚上一直睡觉时一只眼关一只眼闭，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没有可能，为什么没有可能？闭目啊！你再听好，你晚上睡觉时一只眼关一只眼闭，关跟闭是不是一样？One can be now. You speak with one eye closed, one eye shut. Possible. So, one eye closed, one eye shut, 你是用睡觉的，你不好像张飞用睡啊。张飞听说睡觉是眼睛开车的样子。OK. 第三 Romeo and Juliet, 我放对，放对，周围有很多水，让你联想什么东西？知道吗？他们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发生？吵架、抒情、自杀，量刑谁？对，我们这样想吧。因为 Romeo and Juliet 这个故事是这样写，书本这样写嘛。其实 Romeo and Juliet 呢，是来讲金鱼缸里面的一对金鱼，一对金鱼主人养这对金鱼这个是 Romeo 这个 Juliet 因为很恩爱嘛，这对金鱼嘛。金鱼刚才讲放在他床头下嘛，所以那天下大雨，你看，所以前起一阵大风，窗帘就把这个来讲金鱼缸给打破嘛，所以周围有很多的水，也破这个玻璃嘛。这个词句，你看，让我们本身来想到，事物联想啊，这个故事是这样讲。如果看到这个词句，你马上对不对？自己的信息告诉你啊，是这种东西。产生主观，你看，产生来讲对不对？自己的主观是这样产生。OK， 所以信念，对不对？你这个信念也本身影响你的内心表现、你的态度，以及你本身的那个生理产生这种行为。就像昨天我们在这个打哈欠的时候，你看那些帽子，你看男生有戴青帽，你看信念是什么？戴青帽了就戴绿帽了，对不对？叫你啊，给他戴过了，马上就给你飞掉。这个是一个来源啊，那以前过去那种信念嘛。你如果给印度人他们喜欢青色的，他们不要紧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同种族的那种信仰，产生不同的那种信念，这样形式。人说你人无才便是的，这种信念你还接受吗？不好的信念嘛，对我们本身的出发这样子形式。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给自己来讲好的信念给自己一些好信念，使你自己本身对不对，在你的那个思想上可以产生去这样情形。所以如果我们目前还是处在那种困境，那么很苦的困境之下怎么办？我们要想办法去突破嘛，对不对？所以这里有讲，受苦如中箭，中了第一支箭不再中第二支，没有。当我们痛苦的事情，要平静地观察痛苦，去观察到底什么问题产生，使到我们本身自己的业绩能突破。这样，这个观察来讲痛苦，去消除它，不要让它恶性循环下去，或是果报来的，只因过去总有恶因。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行业一直不能突破，这样一直来讲是停顿在那边，或者没有停顿，反而本身更惨的话，要去思考。没有这个苦，是不是来讲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得好？因为它是果报，过去的因所以才有现在的果嘛。所以现在很辛苦，怎么办？有些对不对？代理主管，当他本身碰到这个问题那一年真的我做得不好，公司给他半年的机会的时候，已经中了第一支箭，对不对？不要让第二支箭再射下来，没有，再射下来的时候那时候对不对？你继续这样子恶性循环，你自己来讲懊恼。所以我坦白讲，我要赞扬其中一个主管，就是
一粒光红的这个铜丝，对不对？铜丝，那在十多年前，连方向圆灯都有问题，但是呢，由你学习，由你来讲，对不对？身处的本身检讨这些问题，调整过自己的心态，所以今年对不对？肯定是万米的黑针线最少。来，我们讲。还有一个，也是我们新买的翻花镜。你看，你问问他的心路历程，当时差不多不同都要跟他们讲的，对不对？调整一下自己的步伐，调整一下自己的步伐，那么不要让他在恶性循环。那么基本上，如果一些不好的，就好像一些粪便，你看，我们每天早上做解粪便嘛，对不对？让帮塞解粪便，解粪便，你看是湿气还是不通的帮？你认为是湿气还是脏？得到，得到什么东西？你要知道得到什么东西啊？湿气臭的粪便，它是吐出来的，得到舒服。舒畅一样行行吗？对不对？粪便是不是你的？那是啊，不是的话为什么会留在你的肠子里？对不对？所以是你的，对对。那么既然是你的，哎，为什么你要把它放出去呢？因为是不好的，对不对？那么生气、烦恼、懊恼，对不对？忧恨、憎恨来讲好不好？不好。不好，为什么偏偏你又把它留下来呢？你看，偏偏我们又把它留下来，所以我们要解粪便，你看。啊，所以这么讲，解决粪便是湿气还是得当，你要思考一下，对不对？湿气什么？湿气就粪便是吐出来的，得到什么？得到的是轻松和舒畅，对不对？粪便算不算是你的？如果说是你的，又不能一直停留在这个肠子里嘛，啊，非把它解决掉不可，放掉了才舒服。那三天大便了，哎呦，你。周身的不舒服，这样行不行？修行就好像解粪便，修行就修正思想，改正行为，就好像解粪便嘛，态度不好的就要纠正，行为不对的就要本身的纠正，这样行不行？你看，所以把心中的烦恼、垃圾、挂碍都解掉，都放下，就得到一份的轻松和舒畅啊，是这样行不行？所以如果想转弱为强，转败为胜，最大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来讲，愿意放弃以往的坏习惯，因为我们知道，习惯做不是仆人，便是你最坏的啊主人。我们哦耶，对的。困难来讲，不是止不排，而是止路标。你不控制困难，困难就控制你。遇到问题的时候，那样，在困难遇到困难的时候，它不是 stop logo。你如果以为是 stop logo， 止不排。那样你就悲切和理化了，你看，所以遇到困难它是指路标，你克服我，你才能够过去让情形。就好像烦恼你一定要转化，对不对？能够把烦恼解决，才能够有智慧嘛。所以我们说，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如果你不会用的人，烦恼还是烦恼；会用的人，烦恼转化就是菩提嘛。你克服了这个困难。从这个过程中，你学到产生智慧。冰不遇水，水不遇冰，冰就是水，水就是冰。你看，它只是在一念之差，那么一转，对不对？所以东西当它发生的时候，看你怎样去转化它。所以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要了解习惯领域有四种内涵，四种特性。所以第一种特性，它是简单性。以及复杂性，什么叫简单性呢？我们要拥抱它的简单性，但珍惜它的复杂性。简单的我们来说，毕加索的图画，给我们本身不懂得画画的人，我们说，哎呀，这种图画，三岁的孩子都能够懂得画吗？乱涂乱描，这样行不行吗？但是给艺术家来看毕加索的图画，他说毕加索普通的图画是两言的平面画，他是来讲啊。三度空间的立体，那种三度空间立体不是普通的那个艺术家能够画出来，对不对？那么我们都是心理学家，简单性是去好奇啊，核心发现，啊，简单啊，就好像我们 submit case， 我们 submit case 希望是，哎，这 case 要快点给我那样 approve 这样行不行？
但是 unwrapping pop blood test 呢 ECG 呢，你看我们懊恼了，你看要去 random check 的情形，这么这样难的，这么这样辛苦的，一定问主管，你看我想好做咩，做了辛辛苦苦，那现在要我去做 blood test， 哎呦又要抽血。但是复杂性来临的时候，让你本身接受挑战，从这个过程中你就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这个人他已经是，如果是已经健康有问题，有血压高的，如果你当时懂得的话，先 condition 你的顾客的 mind， 给他知道像这种情形，公司可能要你做一个体检，什么体检你跟他这样讲。那么基本上这个顾客听过后，对不对？心理状态准备好的时候，那么他就会很乐意的跟你去做嘛。所以简单性跟复杂性，这是其中一个习惯领域里面的内涵。第二是稳定性与变动性。那什么叫稳定性？我们说经验，你看，有了就变成，对不对？我们不想改变，因为改变是痛苦，不改变是快乐吗？稳定嘛，对不对？所以稳定性一方面代表你承受老练，一方面又代表僵化，没有新的东西出现了。你看，所以变动性来临的时候，他就不能接受。想一想，我们从事保险行业，你看那些新的主管，他们对不对？在 organize 在做 unit manager 的时候，那一年 reboot 十个八个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做的越久，稳定后怎样？哇，增员来讲好辛苦，你看一年两年要增员一个来讲都很难，为什么呢？因为稳定性了嘛，对不对？稳定性了，所以不想成是改变，因为改变是痛苦，不改变是快乐嘛。但是来讲，世界的东西它不可能给你一成不变，它是生意面，告诉我有哪一件东西它能够一成没有什么改变的，说没有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勇于接受。当如果变动性来临的时候，你看以前是农业社会，对不对？后工业社会，现在资讯时代。最早期他们从事保险的时候，你问三十年、四十年的那些主管，他们上面，那时候开始是 endowment 2000、5000，因为他们对保险没有信心嘛，买短期的。到70、80年代的时候，80、90年代的时候是 whole life policy， 现在2000年。是来讲嘛 investment link， 所以它是在变动，所以在变动性发生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要勇于面对这个变化，这样情形呢，就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老者，一家大户，养了很多的猪啊、牛啊、狗啊，对不对？在他的周围的圈子，他总觉得自己的房子很小。那有一天，你看他本身诉苦，跟一个侄子，你看。埋怨他的生活，一家大口住在一间很小的那个破屋里，又养了很多的猪啊、鸡啊、羊啊、狗啊。那么这个智者说，那你要不要让我给你感觉，你的屋子会空，那会很大，这样清晰，你也不会再埋怨了。他说你有办法吗？他有啊，那你一定要照做嘛，你一定要照做，那么我才有办法改变你的命运。所以这个老者老人家就跟听这个侄子的话，回去把你猪啊、羊啊、猫啊、狗啊，对不对？全部赶进屋子里，跟他们生活一个月，一个月后你才来找我。那么不要问为什么，所以这个老人家就回去把他猪啊、猫啊、羊啊、狗啊全部赶进了屋子里，你看，所以这间小屋已经很狭窄了。再把猪啊、羊啊、猫啊、狗赶进来的时候，对不对？住得很舒服吗？很不舒服，很不欢。你看，在那边一个月后，忍住偷生要重生。那么一个月很快过后，你看隔天的时候去找这个找侄子，所以这个侄子来讲现在很辛苦，对不对？那么很简单，回去的时候把你猪啊、羊啊、猫啊、狗啊全部赶出来，看看你的屋子宽不宽。你看，咱回去把猪啊、猫啊、羊啊、狗赶出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屋子来讲，其实原来是很宽，这样情形。你看，所以过去是自己本身呢在埋怨、在申诉，这样情形。所以这个就是说，稳定性跟变动性是吧？东西发生的时候。那么第三是一致性
以矛盾性，一致性以矛盾性，一致性很好，让每个人觉得很舒服，好像很安宁。因为信息你要的眼睛、眼耳鼻舌身意所听的信息，跟你的大脑全部是一样的一致性，你很高兴。但是矛盾性产生的时候，你就不喜欢。牛顿，我们说苹果手就掉下来，对不对？牛顿就偏偏从这矛盾性里去探索、去思考，为什么苹果手的时候一定要掉在地上？为什么不停在来讲呢？半空中，为什么不掉在天外天？所以因此发现什么东西？地心吸力这样形成。所以来看兄弟，看鸟飞，看人可以飞嘛，因而发明飞机。所以很多伟大的发明家，他们就是从这矛盾性的原理去探索。所以当你本身从事保险行业的时候，一旦一些对不对矛盾性的时候，从中做挑战，从中来讲去探索，有什么方法从这矛盾性里面跳出里面的圈圈，最后是吸收性跟排斥性。我们说来讲呢，拒绝新信息容易，吸收新的信息比较难。就好像我们从事一个新的行业或者一个新的工作领域，当你刚进来的时候，这个新的东西对你全部都是好奇，但是你久来讲在这个行业久的时候，你开始有很多的排斥开始来讲这个不要写，那个也不要写，这样子情形，所以就造成对不对？我们本身年纪越大，学习吸收这个信息的时候，具有这种排斥的心态，所以要注意。所以希望你四种特性是什么？让我们来重复一下。第一是简单性与复杂性，第二种呢稳定性跟变动性，第三种呢一致性与矛盾性，第四种呢吸收性跟拒绝性，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了解的话来讲东西它总是有两边的看法换另一种心境来看就有不同的那种感觉。所以习惯你要突破，就要把苦套在旧的习惯上，把快乐套在新的行为。如果你这个旧的习惯来讲你不去改变，你会觉得很痛苦。所以把快乐套在新的行为，你若重复去做一个以后，你的感觉就不一样。正念的作用就是持续不断的将心保持于目标你在这个行业对不对，往这你的目标用心去做这个寿险事业，你肯定会成功。就好像对不对，我在保险行业83年到91年的时候，那是很专注在保险，然后过后经验有了尝试去做别的，所以投资另外一些投资在那边，所以因而业绩就本身呢做得很差，后来调整步伐，重新对不对调整自己的心态专注，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几年对不对这个业绩慢慢提升要提升。所以我们对生意对生死不忘，身体力行，那你每天都要见人，对受那一直不忘，知道自己处在那困境很难受那么要去改变，要去改变它。对心一直不忘你的目标，对法过程中一直不忘这样情形，所以对这四种目标或铭记不忘事这样情形。所以我们不要埋怨命运在领导，是你的思想行为在领导你。所以事情的发生必定有原因，而且它绝对是帮助你成长。所以你只要在当下开始一种新的思想、新的行为，那么每一刹那都是新的都是来讲新的开始、新的转变、新的生命要形成。所以要有新的思想，要有新的行为，那肯定你会在这个行业做得成功。改变心境，从自己的观念、思想着手。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读医科的，大学2年，他是在台湾。所以每次来讲回家的时候，他总是要带一些人的户口回家来讲做研究，因为工作做不完嘛，要熟读来讲这5个的名称这样行事。那么这个人骨来讲一大包背着这人骨的户头来讲，有时候挤在火车上或者巴士车上，对不对？人挤人的时候很拥挤。那如果当时我打开耳机拿出这个户头，我相信这些人就跑了。
他跑得清光亮清水嘛，对不对啊？但是他没有打开啊，你看，那他把这个故障，有一天，你看，他把这个故障拿出来的时候，啊，在做研究，在背白讲这骨头的一些名称，然后从那边要知道他的经脉，刚好他的表姐大了两岁的，刚好走进来，那看到这人的骨头，你看，他觉得很奇怪，你看，很好玩啊，就说人的骨头，你看，哎，死后两个眼睛是透进去的。并只是扁扁的这样形成，你看，一直在玩这个人的骨头，然后这个杜宾科学生，那就告诉他不要开玩笑啊，这是人的骨头，要有供养的心。他们本身对啊，布施他的那个身体的骨头给我们做研究，所以要来讲尊重他。他一听到来讲什么是人的骨头啊，嘣就把这骨头给他丢出去了。你看为什么会这种事情发生？你可以看得到，对不对？这骨头本身有没有分别？它是没有分别，在还没有发生或者知道以后嘛。你看，如果有分别的话，分别在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思想，所以改变观念能改变你的思想，思想改变就是行为改变，when行为改变就是来讲嘛，对不对？器官改变，器官改变就是人的改变。人的改变就是命运改变嘛，所以从观念那方面着手。你看人很奇怪的，他身体如果长了一粒肿瘤，癌症的细胞在自己的身体，他不知道说他生龙活虎，对不对？但是一知道来讲啊，刚好医生宣布他，你来讲啊，这里肝里面有一块肿瘤，那是肚出来的，是癌症的话，顿然他整个人信心。你好像是已经被判了死刑，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所以从事保险行业，对不对？要有正念啊，正确的观念这样形成。讲到这里，是我想起那这么一个故事，说来讲有一个少女，她情场失意，那我人生那接着来讲很迷茫，所以那一天她做了一个决定，去普陀山拜了观音后，写下她的戒书。啊，写下来讲啊，他的遗书这样情形，就跑去观音崖要去自杀，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刚巧那时候葛墨就这个大文豪，对不对？经过去那个普陀山去拜观音的时候，然后看到这本日记簿，那写的这一首诗这样写，这个失意的少女这样写，那年年望，年年失望，你看处处寻。处处难寻，春在那里，你看，春在那里，他找不到他的春天，你看，他春在那里。那么葛墨就看到了这个年，这个少女，哇，文笔写得这样优雅，对不对？你看，然后又刚好写这个时间，刚好写完这个时间，你看，差不多是15分钟，15分钟这样形成，所以赶紧叫他用人去找，你看，看能不能挽救回这个少女的那个生命这样形成。所以很清新的在那个观音崖那边碰到那个少女，所以碰到那少女后来讲，这个葛墨的老先生就叫这少女他前慢，他刚才从你的那诗词里面，对不对？写的那么伤感啊，人生这么迷茫，能不能允许我来讲，对不对？真理几句话要清醒，跟从你的诗词里面跟他做一个调整，然后这个少女看着这个大文豪，他怎样做调整？那很简单，那年年望，年年失望，对不对？把年年失望放在前面，年年失望，年年望，那样，处处让你改做事事，那样，事事难成，事事成，春在心中，春在你的心里像情绪，哇，这个少年有如那样恍然大悟像情绪，啊，就问个老子是谁？他说我是葛墨肉。那很敬仰这个耿墨的这老先生，所以耿墨的这个大文豪就叫这个少女从这个观音崖走下来，然后去这个禅寺那边，他说再送你一首对联，你这种情形就好像这个作者聊斋志异的古雄明，他当时来讲经访名落孙山的时候，考试的时候他也做了这一个对联来本身激励自己，他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
祸福生成中，百恶群光终归处。那他是讲到项羽，对不对？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啊，他把船全部烧掉，百恶群欢啊，那个关头啊，群欢百恶，让他群欢全部来讲终于归于项羽那群神。那有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铁甲可吞吴。你看啊，这讲谁？弓箭，对不对？啊，他的那个心路历程啊，克服自己。所以我们呢，从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知道，对不对？要自己要有好的观念，要三步骤，对不对？我们当下进来做保险，那当时那个理念。所以三步念是照顾自己的思想、心念、意念，念这个心，知道清清楚楚这个念头，自然而然思路就会产生。我们观是很奥妙，念是什么？今日的心，今日的心就是当下的心。当下的心，你就要当面即事，对不对？所以当时你进来保险行业，我深信你进来这保险行业不是来玩玩的，对不对？啊，你是希望改变自己，希望在这个保险行业成功。所以我们这个身心很重要，念身此生无常，我们要好好的去珍惜它。念心，我们思想是生灭的，你看一个念头起来，也立刻就过去了。所谓三心不可得。你看，你只可活在当下，当面即事，降服你的心，顺你的旨意，三不念做它。所以想想你的念头，是否以前的念头到现在，对不对？还是来讲一直不忘吗？你还是想着你的那个目标吗？你能否啊一直来讲啊，活在那当下，啊，照顾着你的念头。所以人在今天，思想可以回到以前当下或者未来，但是活在当下当面即事才是真实的。所以别让过去的事情来影响我们，对不对？不论过去的事情是怎样的消极和痛苦，或消极和痛苦，过去的已经是过去了，非我们所能掌握，对不对？当下的生活才是我们需要的。所以把握种好的因，好的思想，好的行为，将会创造好的将来，好的明天。所谓今日辛苦明日甜，明日幸福靠今天。我们哦耶。所以作为最后一个总结，我以最后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你看这个故事可能你们有听过，但是再听过一次啊也不错。说很久很久以前啊，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啊。有一个樵夫，他上山砍柴，所以在山上呢，他是山上那边啊，这咸阳啊，受到一粒老鹰的饭，所以他就把这老鹰的饭拿回来。Thank you.
Thank you.